这切割点的那个 UV1 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来一百了，来，一百块要吃无？一百块，阿那要啥？阿爸完了，爸爸讲完不完吗？阿爸完了，一百了，来包过，来，是，阿那补啊，来新疆，汽车钱，来汽车钱给你。来阿爸晚上面吃，我招牌阿爸晚头前我是卡卡去处理的。来要吃阿爸晚，免三百，免几啊，我紧好啊，这上好吃啊，一百了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。一百了。三个啊。一百了啦。三个啊。够未？一包起来啦。几贵啊？最后一个一百，今仔阿爸晚没了。四个。无啊。好啊。阿爸，来提上，装包装包包十包，把卡手啊过来，给我包起来。第三季有人潮。来摆了。有人要吃银肉炉吧？三包，四百了吧？这一包拄好五啊块，两包拄好千个四百了吧？来，最后一包两包，上面写。包粉，你要一包两包？好吧，我可以啊。我还要一包。好，我先开个。哎，大哥，阿明，你过去啊，倒用你嘛大用，你也用，你也倒用，看要安怎巧，你给他巧点嘛。一千毛，一千毛就行了。来，要几包？两包，要一包，讲一包，要两包，讲两包，两包够，要吃无？你敢摸过？你敢摸过？大碗摸了啊！这什么来？我服务的，我摸过了啊！两包够，要吃无？谢谢，感谢。等会来，谢没谢嘛？好啊，能。谢谢啊，大哥，谢谢你支持啊，谢谢。来，快点收钱。我是新东来的。感谢，真正感谢大家支持，感谢，感谢。新东来的。真正做感谢。好啊，我真简单。你那小米，鸡腿羹上面吃，两百好啊，两百块，几条钱？这上好吃的啊，要上要搞一个好不好？哎，来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来五条、六条，来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这你买着你自家调的，买你就莫甲买，买着我保证你调的。一四五六，来七八九，来十，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。来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两百够要吃无？来个七条，六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两百，来个到最。来二三四，来五六，来七八九十，两百块。大人无买买一百四条，看卖无？一百块。来收。来收钱。哎，对。我都一个。一个一个啊，都大只啊。感谢。收呀。来个来要吃啥？五百六。五百六啊，可以个。反正就要加葱。来牛肉炉，要吃四百了，好不好？四百，这牛肉一包拢二十块以上的牛肉哦，一包吼外口出价就五六百，两包是四百了，四百块最后一包两百，上面吃无啊？好，安尼卖了哦。这给一包完了，刚刚有。一包啊，来，这个可以的，啊，兄弟，这对不对？来，出价好，人给。拿两包的。来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吃一包了，卖无了。一包了。啊，好，先收起。你羊肉、牛肉甲羊肉拢买无啊？够未啊？今仔阁无够。你要四百？你要两百？四百？来，谢谢。啊，这来感谢。来，过来要啥？过来，阁要吃啥？好，等下，迄阿爸我先包袂乱，好袂？谢款了，叫伊阿先弟弟啊，来，直接帮我对调者。红烧含红烧，我咧袂当迄个色滴啊歹。来鲍鱼也袂好个啦，来看只鲍鱼好个，沙子啊，好无？来，这蟹管咯，这两个炒炒啥？炒花枝、炒虾仁，啊，炒芹菜、炒芦笋，啊，这一包我炒几啊五？几啊五加几啊五者？五百。唔免五百，听好，两个人计搞咩？先给钱的先了，三百了。一包搁送你三百，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你，一包，安尼你买袂着啊？香个了。这两包搁送你，来三百块，再一个哦，等一下，我搁招一个人家，搁加一包哩，三百块，再一个个人好啊，三百块包过。最后一个三百，上面就全部你的，平日恁同大家炒，炒饭炒面拢 OK， 三百块有要吃来无？拢有啊吼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你炸只炸一箱了。箱。下下即我来讲吼，我这上个呢啦，哦，我唔是讲一个呢，我来讲一个呢，袂恁安尼，我乌白哩。我这上个呢，这大个，你平日恁同大家煮，啊，你唔捌买过，你可能会惊，你试食看卖七百了，来一百块，你试试看看，我不买算较贵哦，你试食看卖七百了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还佫一个包过，一百了，一百块够买起来无？哦，你买当个炒看卖，真正好食，一百块尔，一百块，哦，其他炒饭炒面，这当炒饭啊，哦，炒饭，来，过来买来炒。
怕咱塞些物件了，我袂成。啊，想莫走着无？到后尾就包鱼，你退兵就当吃啊吼！来，即我一日做恁盘鱼啊，五鱼啊，五加鱼啊，偌济？来，我来讲，两个人客买，三个人客搞买，四个人客搞买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爱吃来三百，上面吃三百块，再搁送你三百，再搁来三百，再搁来，再搁来三百块，包鱼包啊透味。先给钱啊，即拢卖卖啊，全部送你啊，三百块就好了。无，下落啊，即拢送你三百块，包括包鱼搁吃，三百块要吃，若搬多吃莫话了，三百块要吃哦，三百块。三百块要吃鲍鱼的哇，三百块。平常退兵吃吃，阮白醋就好啊。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百，三百三条，我哩四条，我哩五条，足俗的啊。来五条足俗的，来六条，我哩三百了。三百块要吃无？拢有啊，够人吃袂了，要公家无？那有我帮你招公家，那无我就死啊。够人要吃较少的。来，过来要来创？倒起来了啊，时间落过过啊，睇下起起。过来要来创？过来要吃啥？肉汁啦，等下一下哦，肉汁啦，等下换过尔。来客房客，来这边。前两天无共个，今我轮一届啦。这油鸡腿，这鸡腿哦，规支的鸡腿落去甲伊剁剁的。这豆油我烧了做好食，这我一支也百八啊吼，百八加百八偌济。我讲真心话，买这条鸡腿你卖考虑，因为我袂恁作熟，你唔免考虑，用我烧了做好食啊。再搁送你，再搁送四支鸡腿，总我哩先加钱的先呀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包过来两百块。来两百上面吃两百块，一支鸡腿百八，两支三六，两百，一包搁送你一包的，四支鸡腿总计两百块要吃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就好，拢有啊吼，谢谢收。来，恁个阿爸有加钱的手表去，阿爸话，来恁个分了，来阿文杰分者，你给出出，谢谢，阿爸话，车来啊。来过来，过去。上面那个当阿袂亮咧，当阿袂爽咧，当阿袂爽咧。哎，来客气。哎，小雪哇，小雪个袂掉。小雪剩几分咧？有人要食雪梨的无？三百好啊，你来啊？来拢我哩，啊无啊袂了，真正袂了，拢我哩啊。当阿袂到剩几分咧？全部拢你的。小雪好食无？这好食嘛无啊，都无啊。你过来人家讲好食嘛无啊？好，来谢谢。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香酥鱿鱼圈，当个季节了哇！这一包进来鱼啊，五鱼啊，五加鱼啊，偌济？两百了哇！一包够少哩，一包够四包，两百块。两百了，一包收钱啊！包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来两百块，要吃无？两百块，一包两包、三包、哩四包，两百块了哇！来两百块，两百干够要吃鱿鱼圈嘞？还要再一个吗？再来个啥？我习惯我了。习惯够可几个啦？恁家人唔好买过什么季节哇？人家都无啦。我不吃虾。七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来老妹啊，姐啊，妹姐啊。来好，好啊，卖多少啊？没有了。抓龟还吃饱的啊？细只龟可以啊，细只龟也成可以啊，小只了是龟。我想要这届搞袂掉，我爱多画一届啊。之前我画两届啊，这届就不要处理了，叫也不听我。上江细地果鱼，啊，这好吃无？我刚才说我手讲一个规地，规只手都拢油啊，吼，嘿。这油花足饱的，啊，你等下食看卖。果鱼要食伊油花尔，吼。果鱼若无油脂，你就卖甲买啊啦，嘿。这真正要食伊油花啦，你无油脂，你甲买创啊，对无？来，我全部招车啦，金龙三四五，六个人客甲我买就好啊。我做一届要处理啊，三百就好啊，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，来我再搁送你啊，三百块小果鱼啊。你莫看伊细地袂起，这真个做好食啊！来三百个要食，这拢互恁啊吼！我紧好啊，再搁送你规个满起来啊！三百个就最后一个，好无？三百块，三百了啊！肯定蒸吼，肯定蒸吼，肯定鲑鱼炒饭，三百了。好啦，来。来三百块了啊！三百块，来三百再搁来啊！看恁几个？最后搁招一个好无？最后搁招一个好无？来谢谢，包过啊！来收掉，来拢给我，一个，两个。来三个，几个？一个，两个。最后一个三百，上面一个没有了。现在小鲑鱼嘛卖了，小鳕鱼嘛卖了，过来拢剩大块尔。最后这个三百，人要吃无？来包过，送伊两包了。买啊济吼，送伊两包了。来包肉讲完去个，人阿多济讲要包肉讲完。啊，这个你阿姨，你要食包肉讲完了，你敢买买过？敢好食？包肉讲完。这包肉的讲完了吼，来想要吃包肉讲完的来，做一个来哦。
一百楼啊，进楼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楼啊，一百块楼，一百块，一百楼啊，这包啊，跟我做起来哦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最后一个包啊，跟我做起来，好，中包，你几个？我都无，我加一包个。今仔鸭肉王卖了啊，鸭肉王敢讲？来，阿成，半条票用。长一个宜兰的人客哦，说少年的，你所有汤的哦，拢来，拢客起来画画嘛，好，要收你偌济？你长一个宜兰的，五千啊，六千。六千啊。五千啊。六千啊。六千啊。来，在座敢有位宜兰来？应该没有吧？这牛腩，这用我烧炉啊，哈，用我烧搅拌搅面炉啊，一包煮好三四包，这两包煮好六七百块，唔免六百，嘛免五百。我的牛肉你一定爱买，腰烧啊好食，两百炉，来两百块炉啊，两百块，两包就两百块炉，你试食看嘛，两百块，两百炉啊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炉。无啊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最后一个没有了，谁要吃没有了，两百块，八百。无。那个车顶哎呀，黑脚皮青哎呀吼，来五百，啊，阿妹，八千。